王心凌虽然是个唱跳歌手，但也是个演员。在零几年的时候，她风靡全国，无论是歌曲还是电视剧，都是所有人的最爱。只不过她的事业毁在了爱情上，接连交往的几个男朋友都不是真心爱她，而是想借着她的热度提高知名度。在识破男友的伎俩后，王心凌果断分手，也因此不再相信爱情，至今不敢再恋爱。除了被男友欺骗感情以外，还被男友害得连事业都没有了。对于唱歌跳舞，王心凌其实最爱演戏，要不是被前男友陷害，如今的她肯定已经是影后了。见团队中的吴谨言有很多资源，想演戏的王心凌询问吴谨言，你能带我拍戏吗？这话一出，吴谨言说出一句，我可以帮你问问，也是道破了演艺圈的黑幕。要知道不出名的演员想演戏肯定没有那么顺利，中间还不知道有多少局面在等着。想必吴谨言的这句话之所以没那么快答应，也是不希望王心凌被卷进来，毕竟如今的娱乐圈没有十几年前那么纯粹。那么看完你认为呢？欢迎留言评论。